黄勇，男，河南省平舆县人。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黄勇被判刑事拘留。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逮捕。二零零一年，黄勇将压面条的机器改装成杀人机械，取名为“智能木马”。二零零一年九月。 至二零零三年十一月，黄勇先后从网吧、录像厅、游戏厅等娱乐场所，以资助上学、提高学习成绩、外出游玩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将青少年骗到自己家中，以其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必须经过智能木马测试为由，将其绑在木马上，或先把其用酒灌醉，然后用布条勒死，至案发时。 黄勇总计杀死无辜青少年十七人，轻伤一人。被告人黄勇自幼受暴力题材影视剧的影响，梦想成为一名职业杀手。黄勇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一次庙会上看了一场录像，片名叫做《浪漫杀手自由人》，讲述的是一个杀手独来独往的故事。在年少的黄勇看来，杀手很酷。 与众不同，他很想体验做杀手的感觉。谁也没有料到，一颗罪恶的种子已经落在了这名少年的心里。一九九零年，黄勇从平舆县玉皇庙乡联中毕业。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在驻马店市一民办的电子技术学校读书。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 他先后在驻马店市几个歌舞厅当音响师，一九九六年跟其姑父在驻马店市干建筑活1一九九七年在家务农，没有外出，一九九八年随父母在新疆伊犁打工，一九九九年在家务农，秋季到新疆拾棉花，二零零零年以后一直在家务农，二零零一年的夏天。 黄勇的父母兄弟到平舆县城帮人养猪，就黄勇一个人在家里住。现在，场所条件具备了，如果在市面上杀人，容易暴露，我就想寻找一种工具，因为我体力有限，恐怕不能每次都取胜。为了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就想制造一种杀人工具。 使人失去反抗能力，这是黄勇的一段供述。秋季的一天，黄勇独自在家，忽然看到家中的压面条的鸡支架，就躺在上面试了一试，感觉很合适。黄勇把支架进一步改装，把短板换成长板，又用绿广告色刷新，重新一试，更加合适。 黄勇给他起名叫“智能木马”。在接受讯问时，办案人员问：“为什么管杀人工具叫智能木马？”黄勇说：“年轻人都有挑战自我的想法，人人都不傻，以为自己很能耐。我给他起名叫智能木马，能使人失去戒备心，我就容易得手。条件具备了之后，黄勇。” 想找一个人试试，想到了如果杀女人显示不了他的英雄气概，决定选择男青年。黄勇说：“选择男青年，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容易上当受骗，而这些对象只能在网吧、录像厅、游戏厅内才能和他们接近。”做好工具的第二天，黄勇就到平舆县寻找对象。上午。 在电影院、录像厅里看录像，没有找到目标。刚吃完午饭，一个单身的男青年从他身边经过，感到他符合条件，黄勇便主动上前套近乎。这名年轻人叫做王平，平舆二中的学生，是平舆县系列杀人案中的第一个被害人。黄勇以资助他上学、回家拿钱为名，把他骗到家里。 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黄勇指着智能木马对王平说：“这是一种游戏，能够测试一个人的反应能力有多强。”在黄勇演示了一番之后，王平自信地上了木马，把头卡在两个棍子之间，面部朝上，双手被捆在木马腿上。黄勇突然用白布条。 勒住他的脖子，还没有来得及反抗，王平就死掉了。人死之后，我心中比较乱，就想怎么样处理尸体。一开始想把尸体抛到野外，一想很容易被发现。想了两个小时左右，我决定把尸体肢解。听见邻居家河南电视台梨园春节目正在播放时，我到西间房。 开始把王平的衣服扒光，用俺家的菜刀把尸体肢解成了七块。黄勇决定将尸块埋在院内。他走到院内观察地形，心想厕所旁边比较合适，因为厕所有气味，不容易被人发现。黄勇就在厕所旁边挖了个坑，用化肥袋装着王平的尸块放到坑内。 把袋子拿出去之后，将尸体掩埋。第二天上午，把王平的衣物和袋子一起烧掉。西间地上的血迹，把土翻过来掩埋。黄勇对警方说：“把现场处理之后，我心里有了一种喜悦感，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接着，又有了一种恐惧感，心里害怕被发现，一直没有作案。” 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惧渐渐的褪去。黄勇说：“第一次杀人时，比较匆忙，没有能真正感受到杀手的感觉。决定第二次杀人，找回感觉。”黄勇决定继续寻找目标。二零零二年的夏天，黄勇在一家游戏厅内碰见一个男青年正在玩游戏机，但是技术不高。 便把他确定为目标，黄勇主动上前教他打游戏的诀窍。通过交谈，他自我介绍说叫做吴飞，在镇中附近承包建筑小活。黄勇趁机以给他介绍更好的工作为名，把他骗到了家中。黄勇指着木马说：“这是用人单位设计的一种智能游戏，必须过关，否则用人单位不收。” 吴非信以为真，按照要求上了木马。我将他捆好之后，突然用白布条把他勒死，将尸体挪到席间，把埋王平的地方重新挖开。两个小时之后，我到席间，先把吴非的衣服扒光，用菜刀将尸体肢解成五块，用两个塑料袋把尸块装起来之后，与王平埋在了一起。 第二天天将亮时，黄勇将吴飞的衣物在厕所北面焚烧，留下他所带的二十来块钱。杀了吴飞之后，我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杀手了，但是人家那种杀手很利索，我还是不够利索，和他们还有距离，我还想再练一练。黄勇对记者如此说道：“杀了吴飞以后。” 农活就忙了，黄勇一直没有机会。直到二零零三年一月，在平舆县月旦桥南的一家游戏厅碰见刘南。刘南在平舆县二高中上学，喜欢绘画。黄勇以去看画为名，把刘南骗到家中。黄勇指着木马说：“这不但是个很好的画架，而且是一种智能游戏。”相似的一幕出现了。 刘南被突然勒死，并被肢解。第二天，黄勇在厕所北面把刘南的衣物烧掉，留下皮带和他身上所带的五百二十元钱。杀了刘南之后，我心想，这样既可以满足我当杀手的愿望，又可以得到钱财，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接二连三的杀人了。 这是来自黄勇的供述。二零零三年二月，黄勇在平舆县新华书店西一电子游戏厅遇见两个男青年李明和宋礼，二人都在六中上学，游戏技术不高，身上还没有钱。黄勇以回家取钱为名，将二人骗到家中。黄勇说他们两个人，而自己就一个人，只能智取。 黄勇家中有花生豆，还有别的零食当菜。过春节的时候还剩下一斤永乐鲜和几瓶啤酒，黄勇便劝他们喝酒，自己不喝。李明喝了一杯白酒，三瓶啤酒；宋礼喝了一杯白酒，一瓶啤酒。两人当时就醉倒在地，黄勇把他们分别抱到了床上，一人一头，用被子裹紧。 看他两个睡熟了，黄勇便拿出白布条，先把送礼勒死。勒送礼时，送礼想用手反抗，但是被子紧，还没有把手弄出来就死掉了。勒李明时，由于酒喝得多，李明没有反应。黄勇将他俩尸体挪到西间，扒光衣服，用菜刀将李明从腰部截成两段，双手截下。 将他们两个埋在灶屋的南边，李明在下，宋礼在上。第二天午饭之后，为了不留下指纹和真实的笔迹，黄勇戴着手套，用米尺比划着写了一封恐吓信。信是写给平舆县电话超市的赵华伟的，让他送五百元钱到月旦桥南河宴原来黄勇跟着他的姑父在驻马店干建筑活时。 赵华伟是领工，怕黄勇抢他的位置，总给他穿小鞋。我一直想报复他，恐吓信里写要他送五百元钱，但是我并不想要钱，就想吓唬他。那钱，我绝对不可能去拿的。”黄勇说道。黄勇将恐吓信与李明的双手装在一个纸袋里，快到下午五点时赶到平舆县城。 黄勇在宽带网吧玩了个通宵，那两只手一直在身上揣着。天将亮时，黄勇将李明的双手和恐吓信投到电话超市门前。公安局去拍照时，黄勇还到现场看了看。黄勇说：“我想去看看公安局怎么破案。当时字迹不是真的，纸袋上又没有指纹，我用纸垫着拿的，扔下后。” 把纸带走了，又没有脚印，不会这么快怀疑到我的。即使真的把我逮住，我也服了。在杀死李明和宋丽之后，黄勇说：“感觉越来越好，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公安机关也发现不了，不如接着干，更好的体验杀手的感觉。”这之后，黄勇又连续杀了十一人。 在黄勇骗第十一个被害人朱波去他家，在客运北站准备乘车时，看见宋礼的母亲正在找宋礼，见人就问，其中也问到黄勇。那个时候，宋礼已经遇害了，是同李明一块被黄勇杀掉的。我说我没见到，就和朱波回到了我家，从此以后，宋母找人的印象。 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但是我并没有作恶感，被我当杀手的愿望所代替。当我杀人之后，我也满足了。”黄勇说道。但是自从遇见宋母之后，黄勇开始就睡不着觉，靠吃安眠药维持休息。他曾买过三四次安眠药，每次二十片。黄勇杀的第十七个人是赵涛。 记者问到杀赵涛的时候，心里感觉是什么？”黄勇说：“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杀人技术，但是腻了，不想再杀人了。那个时候，思想忽然开始转变，未练杀人技术，杀了那么多人，想去自首，但是没有勇气，不敢面对现实，就想办法，想利用一个人去报案，可能会好一些。” 温柔与陷阱，暴力与凶残，零距离走进犯罪现场。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黄昏时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驶至东莞市中心杉杉丽景酒店，下来一位四十来岁的、个子高高的、体态瘦瘦的西方人。他名叫菲利普·兰纳多尔·詹姆斯。 是一位美国高级机械工程师，他呢是金霸王中国公司执行安装任务的一位专家。在美国有一家跻身于全美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行列的著名公司，叫卡尔森环球酒店公司，而这个丽晶酒店嘛，则是这家公司的顶级的豪华品牌。 该公司在八十二个国家就有一千七百家的酒店、度假村、餐饮以及邮轮业务。在一九九六年，凯尔森环球酒店公司将投资目光瞄准了中国内地，于是，在东莞市与中方合资开出了这家三星级的酒店，叫丽晶酒店。这金霸王说来也不陌生啊！如今，在中国的消费者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 应该都使用过金霸王电池，嘿，这就是由东莞市的金霸王中国公司生产的。而现在从出租车上下来，走进丽晶酒店的这个美国专家，就是受金霸王总部的派遣，于二月十一日来到东莞金霸王中国公司进行机械安装指导的。根据美国人在外旅游的惯例，啥惯例啊？就是说呀、啊，在同等条件下。 比如说，同是三星级的酒店，他们呢都是喜欢入住美国商人开的宾馆，因此詹姆斯自然而然的就入住了丽晶酒店。再过一个星期，詹姆斯在东莞的技术指导的任务就能圆满完成了。今天下午，他接到公司的通知，跟他说啊，他月底就可以回去啊，与家眷团聚了。在今天下班的时候。 他对同事说了，他返回酒店吃过晚饭后，就会给美国家中打电话告知这一消息。从时差考虑啊，那时妻子刚好是起床。可是呢，詹姆斯绝对没有想到，这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傍晚了。他甚至连最后一顿晚餐都没能吃上。詹姆斯就这样乘坐电梯上了六楼，进入了公司替他包下的六零五房间之后。 他就给餐厅打电话要一份晚餐，餐厅告知他，由于今天有客人在这里举办婚宴，所以可能要过半个小时之后才能把晚餐给送过来。詹姆斯说，如果他们能够尽快的送餐，他将非常感谢。不能提前啊，也没有什么，我等。事后，刑警便调阅了通话的时间记录，此刻是十八时零五分。 就这样，十分钟后，六零五房间的门铃响了。詹姆斯以为啊是餐厅提前送餐了，所以问也没有问，就把房门打开了。可是他迎来的却是暴徒，得到的不是晚餐，而是死亡。到了十八点三十二分，餐厅送餐员端着詹姆斯订的晚餐前来送餐，可是啊，摁了几次门铃都没有反应，寻思着这难道客人在里边洗澡？ 可是，侧耳倾听，没有任何动静，不禁感到奇怪。于是呢，就到楼下的服务台去，请当班的服务员往六零五房间打个电话。服务员却说那我美国先生进房之后，并没有下楼啊。他要下楼的话，就得进电梯。那去电梯是要经过服务台的嘛？但是，他还是打了个电话，哎，无人接听。这下呢？ 不单单是送餐员，就连是服务员也感到奇怪和不解了。最终决定拿着钥匙去开门查看。服务员来到房门前，又是摁门铃又是敲门，啊，还是没有反应。于是就动用了钥匙。但是啊，这房门一开，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扑面而来，两人吓得把门咔又关上了，还没敢进去。 两人大眼瞪小眼愣了一会儿，啊，反应过来了，立马奔向大堂的服务总台，打电话报警了。片刻，警笛狂鸣，东莞市公安局莞城分局刑侦大队，还有市公安局分局刑侦支队的刑警几乎同时赶到丽晶酒店。接着，十几辆警车把酒店团团包围，立即封锁酒店，酒店住客、参客、员工一律不准外出。 两级公安局的几十名刑警进入酒店之后，立刻分为几拨啊，同时开展了工作。就在刑警人员进入六零五房间勘查现场的时候，大堂服务总台还有楼面服务台的服务员、餐厅的那个送餐员已经分别在接受刑警的调查了。其中，楼面服务员向刑警提供了一个情况，说。 在被害人詹姆斯先生从公司返回酒店大约半个小时前，有三个客人住在六零五隔壁的房间，是六零三房间。当然了，这入住倒是不足为奇，宾馆开着就是为了让人来住的。可奇怪的是，这三个人在詹姆斯回店后的不久，忽然呢就一起离开了。经过楼面服务台时。 这服务员看到其中一个人还提着一个中型的行李箱，发现詹姆斯先生出事之后，服务员这才想起来，这只箱子似乎就曾经在六零五房间见到过的。刑警马上又查了六零三房间，但是、啊、这房间里边是空无一人的，只有一只打开的空的小型的拉杆箱。在查大堂服务台前，发现这三人是在十七点三十分登记入住丽晶酒店的。 说住一天，并且支付了住宿费和钥匙押金。这时，在场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任大安二话不说，立刻下令：啊，东莞通往外地的路口设卡严查，同时在东莞火车站布控，一旦发现这三个人的行踪，立刻扣下。吩咐完之后，我们再回到现场，进入六零五房间勘查的刑侦人员，在现场又提取到了未开拆过的封箱袋一卷，还有绳子一根。 以及不同指纹若干枚，继而呢又对六零三房间进行了勘查，同样提取到指纹若干枚。法医对受害人进行了尸检，发现刀伤有三处，并且均在胸部，其中扎透心脏的那处系致命伤。从伤口判断，凶器是单刃的匕首，结合现场情况又判断了，并且得出以下结论。 凶手在进入房间之后，先是、啊、企图制服受害人，用绳子绑住手脚，胶带封住嘴巴，然后再实施抢劫。但是由于受害人竭力反抗，使企图无法得逞。然后用匕首行凶，行凶之后抢劫了被害人的财物之后，又匆匆的逃离了酒店。这是一场人命关天的大案，并且是外籍人员。于是该案当即报告广东省的公安厅，并且上报了公安部。 与此同时啊，东莞市的公安局也迅速地组建了由市局刑侦支队、管城分局刑侦大队抽调的十八名精干的刑警组成的“三二三”凶杀案专案组。当晚，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派来指导侦查工作的两名刑侦专家李琼和张森磊也赶到了东莞。可是的，虽然在案子发生后的半个小时时间里，就对东莞的全市进行了布控。 但是呢，一直到晚上十点，专案组在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时，也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如果这个案子发生在今天，那就简单了，宾馆内外以及室内各条路口安装了摄像头，对于侦查工作那就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呢，当时宾馆大堂还没有装摄像头呢，并且呢，丽晶酒店一带的马路上也没有安装摄像头。 因此，对于当时的专案组来说，只能靠其他的方式来巡查案犯了。案情分析会对于手头掌握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以有形无形的概念进行了梳理。有形的情况有以下三条：一，犯罪嫌疑人是在十七时三十分入住酒店，操的是北方口音，向大堂的总服务台出示了一张身份证。服务台啊。 就是依据这张身份证给他们办理了入住手续的。该身份证信息显示，登记人名叫印公国，二十八岁，住河南省信阳市的新县吴陈河镇。虽然公安部门曾经规定过，比如说对于宾馆应对呃登记入住的同住人啊要查验身份证，并且做登记，但是呢，这条规矩却常常的执行走样而已，啊，没有被重视。 知道吧？今天入住的另外两名就没有登记身份证信息，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总算是留下了一条身份信息。二，在六零五房间内获取了几枚指纹封箱袋，在六零三房间又获取了空拉杆箱一个，指纹数枚。经过刑侦痕迹技术工程师检验，上述的拉杆箱、封箱袋还有绳索上均未检验出指纹，由此可以断定。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之前呢，就已经对上述物品进行过消除指纹痕迹处理了。处理之后，作案时则是戴着手套进行的，啊，很专业。这还没完呢。大唐服务总台人员反映，那个出示身份证进行入住登记的叫印公国的人，在填写入住登记单时，使用的竟然是自己携带的笔。 更夸张的是，在右手书写的时候啊，是以左手的中、十两个指头关节儿来摁住登记单那个夹子的。这个塑料夹板的放啊，还是取，都是由服务员做的。因此，对方未在登记时留下过任何指纹。上回说到哪儿来了？说到大唐的服务总台人员反映，说那个出示身份证进行登记的人。 他在书写的时候啊，是用自己携带的笔去登记的，并且用来登记的塑料夹板，这个拿呀、取呀、放啊，都是由服务员做的。所以，这对方未在登记时留下过指纹。哎呀，太专业了！那既然这样，那六零三、六零五两个房间内提取到的指纹就未必会是嫌疑人留下的。刚才的那几种情况是有形的情况，还有几种无形的情况。 从上述犯罪嫌疑人消除痕迹这个行为来看，他们是一伙有前科并且具有犯罪经验的犯罪团伙啊，至少其中的主要策划者是具备这个特征的。根据这个情况，专案组就制定了三条侦查措施：一，立刻派人前往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调查印公国，如果确有其人，便将其擒拿。 另派刑警在本市调查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前是否居住在本市，还是从外地专程来到东莞作案的；还有的，他们是步行啊，还是乘坐交通工具抵达丽景酒店的？三，剩下的刑警,警则负责联系东莞各分局派出所，在东莞全市外来务工人员中悄然的调查与本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刑警杨军、顾明辉、老李、小朱接受命令，连夜驱车前往河南新县。次日下午三时啊，经过千余公里的跋涉之后，四人终于赶到了新县，立刻到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对身份证的档案进行核查，确认这吴陈河镇还真的确有印公国旗人。于是，广东刑警就在当地刑警的陪同之下，立刻前往吴陈河镇。 接着，镇派出所当即协查，在得知印公国系该镇居民，从事木工职业，刑警于是决定前往其家。就在刑警刚进门呢，向其母亲询问“你儿子是否在家”时，印公国却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彩条包，嘿，风尘仆仆的从外面回来了，当即呢被刑警给控制了，就地询问，说：“这几天去哪儿了？” 可阴公国却一脸奇怪的回答说：“我，我我就在新县呢、啊，我我没离开过呀。你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问你，你的身份证呢？呃，身份证呃、啊，在我左边的兜里。啊，对，就就那。哎，刑警掏出来之后，发现了阴公国的身份证居然是假的。好小子嘛，刑警情之有意啊，你身正不怕影子歪是吧？” 你用你用啥假证啊？便直奔主题，你昨天去哪儿了？干嘛了？可殷公国却回答称，这一个星期确实是出门在外的，不过没有离开新县，就是在驻洼村帮一个姓李的村民家盖房子，直到今天中午这才完成嘛。本来是要吃了晚饭才回家的，因为老爸生病了，他很担心，就提前回来了。一边说，一边从彩条包里拿出木工工具，又拎出一个黑色的小包。 哎，里边是东家给的工钱和两瓶烧酒。于是呢，自然是去调查了。刑警先命令印公国在派出所待着，然后又摸黑直接奔了驻洼村，经向那家盖房子的户主调查，得知印公国所言内容属实。那么，假身份证又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的，的印公国年前在石家庄建筑工地上打工。 春运回乡时，在途中丢失了身份证可是他贪图方便，他呢就没去公安局申报补领，就花了三十元钱请了一个经营制作假证件生意的朋友办了一张假证。那警方既然来了，当然要一查到底，弄个明白了。当下的连夜的又去找了那个办假证的家伙，经过调查，那人也证实了印公国的说法。 至此呢，广东刑警的长途调查这就算结束了，毫无收获，无功而返。也,也不是毫无收获啊，抓了个办假证的。与此同时啊，东莞方面的另一项调查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该项调查需要弄清楚的是，三个犯罪嫌疑人是如何来到丽晶酒店的。 也就是说，警方希望通过此路径来追查出这三个人究竟是从外地来东莞作案的，还是事先早就住在东莞这边的。于是呢，东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大队长包建国受命负责主持这项调查。只见呢，年近五旬的老包是个富有侦查经验的资深刑警，他先找到了丽晶酒店的门童小王。 问出了那三个人是乘坐一辆蓝色的桑塔纳出租车来酒店的，并且啊，就是门童小王替他们打开的车门。至于车牌号嘛，小王没有留心，只记得这司机座前悬挂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金色的装饰物，好像是地球仪的工艺品。前面咱们也说过了，酒店内外当时还没有摄像头啊啊，所以要找到这辆出租车，只好另想办法。 包建国让手下刑警打了几个电话，弄清了酒店附近的一个四岔路口的交警支队是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的，于是就去调阅、哎。因为有着那个地球仪工艺品的特征，所以很顺利的便查到了这辆出租车的牌号。可是令人沮丧的是，那家出租车公司证明了那是一辆套牌的黑车。专案组当即决定了。 套牌黑车也要查，于是东莞雷市各路口以及所辖各镇的执勤交警都接到市局交警支队直接下达的命令。可是这一天查下来，却没有发现这辆轿车的任何踪影。后来才知道，这辆黑车套用的是东莞这边的牌照，但是却基本不在东莞搞非法运营，而是在深圳一带转悠。 此时，包建国寻思，这样查下去啊，也不行的。这案子是省厅督办的，公安部也是天天的来电询问侦查的进展情况，时间是等不得的。正在考虑另辟蹊径，省厅指导工作的两位专家来了，说呀，咱们赶紧商量一个新的方案来，以求突破吧。三个人一下来，哎，你别说，还真的就很快的有了一个新的设想。凡事都是有来有去的吗？不是。 那三个犯罪嫌疑人也是这样。既然一时无法查清楚他们来时的情况，我们为何不查一下他们去时？也就是作案后，他们又是怎样逃离酒店的呀？那三人逃离丽晶酒店的时间，刑警是知晓的，是三月二十三日十八点二十五分左右。于是呢，老包叫上了刑警仇小贺。 老张去找了大堂的当班门童，门童说，当时他是看到三个人结伴出去的，可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帮一位到店的入住的客人搬运行李，所以也就没有留心三人是怎样离开酒店的。老包随即发问：“那位客人是怎么来的？是打的来酒店的吗？”“哦，是的。”见门童点头，老包马上一个机灵：“那好啊，赶快找到那个入住的客人。”这。 咋回事啊？原来的老包激动的原因是，三个家伙估计十有八九是乘坐那辆送那位客人来酒店的出租车走的。没错，有道理。那位住酒店的客人是浙江来东莞出差的，还没有离开呢。他说，当时只顾下车从后备箱里取行李了，没有留心是否有人坐了这辆车离开。呃，没有关系，你出租车的发票还在吗？哦、呃，发票是吧？ 哦，在的，好，借用一下。刑警拿着发票去找那辆出租车，这回运气没上回差了啊！那辆车不是套牌黑车，这公司电台一呼叫，他就到了，就地停车，警车呼啸而去，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刑警就查清楚了，那三个家伙的确是坐着这辆出租车离开丽晶酒店的。这三个人坐车去哪儿了？司机说是去了火车站。 接着，司机又不等刑警继续往下打听，就主动提供了另外一个对于判定犯罪嫌疑人来路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啥内容啊？这三个乘客在车上说了一些话，其中啊好像是提到了广州到东莞以及东莞去广州火车行驶的时间的事刑警据此判断，这三个犯罪嫌疑人是从广州过来的，乘坐的是火车。 在抵达东莞之后，随即又去了丽晶酒店登记入住，并且在入住之后，很快的就动手抢劫了美国专家菲利普·兰纳多尔·詹姆斯。可是由于抢劫时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所以就行凶杀人，将一起抢劫案升级为凶杀大案。专案组又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先是对警方查摸到的线索进行了分析鉴定。 那、啊、最后一致认为，这老包等人对此分析的推断是符合逻辑的。啊，既然符合逻辑，大家呀、啊、就围绕着如何往下追查而展开了讨论。讨论结果就是，专案组领导最后决定集中力量对丽晶酒店这一带进行重点调查。那如果调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那就再考虑围绕铁路继续进行调查。 上回我们说到了专案组进行案情分析会，最终决定啊，对丽晶酒店这边进行重点调查。如果调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再考虑改为围绕铁路进行调查。于是，刑警周小辉、宋无友、李群三人在向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当班的总台服务员小钟。 调查那天，三位犯罪嫌疑人登记入住的详细情况时，小钟他忽然的回忆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天，那个拿着印公国身份证登记入住的家伙，是他主动提出要求入住六零三房间的，而被害人詹姆斯入住六零五房间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啊。 犯罪嫌疑人登记入住时，二话不说，开口就要求入住旁边的六零三的房间。这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呢？刑警认为这不是巧合，这种必然性的后边估计会隐藏着犯罪嫌疑人的秘密。也许这个秘密就是刑警打开本案迷宫之门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呀，犯罪嫌疑人这次抵达丽晶酒店后，又主动要求提出入住六零三房间。 这就说明啊，他们是知道旁边六零五房间是住着詹姆斯的。由此的查清楚之前这三个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中的一个、两个入住丽晶酒店的情况，那就很可能的意味着获得了一把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专案组最终决定，全体成员立即分头啊，对丽晶酒店自詹姆斯入住以来的住店旅客情况进行摸查。 力求从中筛选出犯罪嫌疑人的线索。詹姆斯是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一日元宵节这天抵达东莞入住丽景酒店的。自其入住至遇害身亡，中间隔了四十来天。那这四十来天里，有数千名旅客入住该酒店了。要在这些旅客中筛选出犯罪嫌疑人啊，其工作量是很大的。况且啊。 当时的宾馆入住登记啊，还没有采用身份证的扫描存档方式。而鉴于三月二十三日犯罪嫌疑人之一那个冒用河南新县啊印公国名义进行入住登记的情况，刑警估计之前他们踩点也有可能是冒用他人的身份证。因此，光是采取查阅酒店这段时间的住宿登记的资料，很可能是收效甚微，耗时太久。必须啊，得考虑试试其他的方式。 于是呢，警方经过一番讨论，认为犯罪嫌疑人之前入住的目的是为了物色作案对象，所以呢，他们入住酒店之后肯定是要有所活动的。也就是说呢，待在房间里边是无法收集到相关情报的。那怎么样的活动才能收集到相关情报啊？这一点很容易推断，无论是谁想在一家完全陌生的宾馆里打听适合某种特定条件的客人。 那就必须接触宾馆内部，要么查入住登记的信息，要么就直接从宾馆工作人员那里采集。所以，只要向住店客人能够接触到的宾馆员工去调查询问，大体上就能够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了。啊，这样做比查阅旅客的登记资料简单而且有效。咱说干就干。 一干刑警就分头的向大堂总服务台的服务员、门童、打扫卫生的杂工，还有客房部的报务员，还有工程部的维修工、餐饮部的服务生、送餐员等，凡是啊旅客可以直接接触到或者能够进行交流的员工，一个个的去接触，并且以聊天随和的方式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哎，你还别说，专案组这一步似乎是走对了。 经过一整天的分头调查，终于摸查到了一个情况。这餐饮部的送餐员小宋回忆起，其二、啊，在二月下旬，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客人，是住在四楼的一个人，住了两天，每天早晚两次都会向餐厅打电话订餐，而且每次送餐啊，都恰恰的派到小宋头上。小宋记得那个客人似乎有点绕舌。 每次去送餐时都要缠着他聊几句。可让人奇怪的是，这话题啊，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打听酒店入住的外籍旅客身上。小宋说他已经忘记是否跟对方说起过六零五房间那个不大好伺候的美国客人了，只说啊好像是提起过的。刑警立马就查询了登记资料，显示出了这个客人名叫石辉，是二月二十日入住的。 不是住了两天，而是三天。那么小宋他为什么说他只住了两天呢？原来的那是因为这个人第三天向服务台提出了要求转到六零三房间去住。这六零三房间是套间，可以住三人。他对服务台说，他有两个客人来访，谈得太晚了，呃，可能会住宿，所以要求指定住那间房。石灰住六零三之后，再也没有向餐厅订过餐。 所以，小宋认为他退房走人了。至于他所说的有人来访可能留宿的情况，那就查不到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身份证显示来自石家庄的客人石辉的举动，那是非常可疑的。于是，专案组便指派包建国率领刑警啊周小辉啊，还有邓文成、仇小贺四人，从广州坐民航班机前往石家庄进行调查。 三月二十八日晚七时，包建国一行人抵达了石家庄，随后前往石家庄市公安局。石家庄警方积极协查，这户籍资料显示了，确有石灰其人。他呢就住在石家庄市桥东区四中路修门北花市街的某号。于是通过桥东公安分局连夜摸查，证实了石灰在家里。次日早上啊，要和朋友一起去郊区办事儿。 包建国几个决定立刻的当晚就蹲守监视，呃，待其次日早上出门时，悄然的将其给抓捕。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晨六时许，石辉从其居住的小区里边摇摇晃晃的出来了。几个刑警看去，啊，觉得跟丽晶酒店送餐员小宋说的这三个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个啊有几分相似，于是当即的悄然的将其给控制了。 啊！直接拉到了市公安局，当场询问他：“哎，这人名叫石辉不假，但是啊，却从未的去过东莞，而且啊，整个三月份一直是在石家庄待着。那么身份证又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呃、啊、这么巧，也像河南新县那位姓印的兄弟，就那样丢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啊？啊不是在顺便抓个办假证呢？哎。” 否、哦，他的身份证竟然是给其堂兄石兆东给借去了。那堂兄在哪儿啊？啊，最近没有见过。